昨天看到我们两个最喜欢的美食博主在用意念来做炒饭，老婆看到之后特别好奇，想尝一尝。先剧透一下，今日伙食：贫穷薯片炒饭。用过夜饭或者是晾凉的米饭打两颗鸡蛋，给它搅匀，拌得越均匀越好。热油，找一个自己喜欢吃的薯片，刷刷给它揉碎，重点是要用美丽的双手。油热微微冒烟的时候转中小火，撒第一把葱花。炒出葱油之后，把米饭放进去，轻轻铺平，让米饭吸收葱油。30秒后转大火，翻炒1分钟。再放入第二把葱花，翻炒30秒，调至小火，调一下味。一圈生抽，一勺老抽，一勺蚝油，一小撮盐，再加一小撮白糖，翻炒粒粒上色，撒上最后一把葱花，翻炒。出锅在上面撒上大金吃剩下的薯片。我是小金，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。看他这狼吞虎咽的样子，我这第一次挑战的墨西哥餐看来是成功了。今日伙食：墨西哥塔可。炒一下肉馅，倒橄榄油，中小火把彩椒和洋葱丁炒一下，炒至断生，放入300克牛肉末。变色没？变色了。放一小勺盐、胡椒粉、孜然粉，来两勺，多来点细辣椒面，再来一点蒜泥，翻炒至颜色变深。炸死你的口香。再加点盐，倒出备用沙沙酱、番茄丁、一点洋葱丁、辣椒，就是青草的味儿。欧芹碎，来点蒜泥，加一小勺盐。 Lemon juice 柠檬汁，辣椒仔 Tabasco， 这个也要多放点。然后是牛油果酱，把果肉挖出来，加点盐和柠檬汁，打成泥。有请老板娘，谢谢。开始组装了 U 型玉米片，底下铺一下生菜叶，填一下牛肉馅。这个是细致活呀。Salsa 牛油果酱。我是小金，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。老板娘选电影院的标准之一是哪家的爆米花好吃。电影还没开始的时候，老板娘就已经吃掉了2/3。今日伙食：电影院的爆米花，焦糖味的。锅中倒油，再放入20克黄油，调小火，100克爆裂玉米，搅拌搅拌，盖上盖子，撒上一小勺盐，放一边放凉。下一步做焦糖，5勺量稍微准，半勺水，一勺白糖，20克黄油，小火加热。电影还没开始的时候，老板娘就已经吃掉了2/3，我负责拿回家，这个桶就跟他们一起回家。中小火熬出焦糖色之后，关火，放入1小勺小苏打，这是灵魂，迅速搅散，倒进爆米花里，搅拌均匀。有没有味了？放空气炸锅叮2分钟会更脆。我是小金，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。啊，这么酸的西柚他居然爱吃，颜值倒是很高，但我还是喜欢内外兼修的。比如说，赶紧报菜名吧。今日饮品：杨枝甘露。先煮西米，2个人的分量，50毫升量稍为准。开水下2勺西米，哦，终于半透明了。关火盖盖，再焖20分钟。捞出冰水里洗干净，做芒果泥，200克芒果肉，2勺淡奶，1勺椰浆，再来1勺。榨成汁，有请老板娘。开始组装喽，杯底铺西米，铺一层芒果果肉，把芒果泥倒进去，再倒一些淡奶，灵魂西柚。我是小金，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。